嗨，大家，我现在在桃园机场。又是在这里，然后又是要出国，又是要去英国了。我现在刚过安检，然后进来，然后等一下要去登机室那边等。这边有一面墙，后面有凤梨，我觉得超可爱的，非常可爱。这里有发生一件蛮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在过安检的时候，被安检人员要求检查行李。他们想要看一个就是圆圆的，然后中间有十字的物体，但我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找。后来我就想到会不会是气垫粉饼，结果因为值班的安检人员都是男生，他们一脸问号的看着我说什么是气垫粉饼，结果我就站在一群男的中间，然后肢解我的气垫粉饼给他们看。然后因为气垫粉饼里面也没有看到十字的架构，我在想可能是镜子里面的一个结构，但因为大小差不多，然后也是圆圆的，然后他们最后就让我过关了。好，那我接下来就是去登机门，大家等等见，拜拜。大家，我现在人在曼彻斯特机场的厕所，因为我有两个行李箱，我觉得走在路上然后拍影片有点太张扬了，所以先躲来厕所。然后我一路上都还蛮顺利的，终于到了曼彻斯特，然后等一下就坐巴士前往宿舍。好，先这样，拜拜。现在超狼狈的，我到我房间啦，耶！真的是有够累，因为我刚有这个24点多公斤的行李，又要扛上4层楼。上次有室友帮我搬，然后这次没有，因为我另外一个室友好像出去，然后反正现在就是超狼狈，但是我终于到家了，然后接下来断掉。我现在超累的，
所以我等一下来洗个澡，然后我要耍废，耍一整天的废。这个房间半年没来了，然后灰尘很多，可能还要打扫一下，才能认真好好的躺下来耍个废。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啦。哎，你以为影片结束了吗？还没有，最后我想要做一个关于这次搭乘土耳其航空的总结。因为我之前在台湾人在英国的这个 FB 社团里面听到很多人就是对于土耳其航空有还蛮多的负面的体验，最后还是选择土耳其航空，因为土耳其航空真的比较便宜。之前看很多人的负面经验其实都是从英国要回台湾的时候的这个旅途中发生的，那从台湾飞往英国比较少人遇到一些被拦下来啊，或者是上不了飞机之类的问题，所以我就想说那就为了便宜的机票就是可能就试试看咯这样子。那其实整体下来的体验都是还蛮好的，服务上也都是非常没有问题的，所以问题就在于是从土耳其飞往英国的时候，这个飞机坐的是非常满的，就是机上是几乎没有空位的。那有些人可能对于疫情的一些疑虑可能会比较高的话，那就建议还是可能坐直飞的或者是其他的航空这样子。那如果你是选择搭土耳其航空的话，有几件事情可能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待机时间，在土耳其航空要排安检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排了大概有15到20分钟，因为那时候是很可能那个时间很多的飞机都同时降落，所以在过安检的时候有非常多班机的人，那时候过安检就过了蛮久的。然后再来就是当你过了安检以后，以为就是可以直接到登机门上飞机的时候，在登机门那边又要再另外做一个安检，而且是蛮检查蛮细的安检，就是我那时候先检查了我的 passport， 然后还有我的 PCR 报告，然后甚至还把我的随身行李箱也打开，然后我的包包也打开，就是很多东西都打开，然后甚至连电脑的我电脑有装壳，那个壳他也叫我拔开，然后他要就是可能验毒品或什么，他就是一张试纸，然后这样子抹一抹这样子。那这部分又要再花多一点时间，所以如果你是待机时间转机时间可能没有很充裕的话，那行动可能要快一点，或者是你可能买免税品的话，就是免税品那边排队那时候也是排蛮多的，而且是凌晨的时候，所以大家可能要多预留一点时间。那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在土耳其机场的 WiFi 是只有1个小时的，而且是要到一个特别的机台去扫描你的护照，然后才能够使用 WiFi 的。所以可能在离开台湾前要跟亲友先提醒说，我不会一到土耳其就跟你们联络，因为我需要先过安检，可能大概要20分钟的时间，然后再走到那个机台，然后完成这个手续以后，我才能用1小时的 WiFi。可能在就是起飞前也不会做一个联络这样子，就是可以先跟家人做一个提醒，他们才不会担心。好，那这次的影片就大概到这里。这是做一个就是一部分像 vlog， 一部分是比较有同整性的内容，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喜欢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赞，或者是在下面留言跟我说。那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私讯我，或者是在下面留言，然后我会尽我所能的去回答这样子。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大家拜拜。